军事粮仓所在地，漕运直通当时的都城长安，附近百姓多依靠码头为生，从事船工工作。溺水拉船时，船工为了缓解精神上的疲劳，也为了释放力量和情绪，就在劳作时，一边喊着船工号子。 一边用木块敲击船帮，这就是老腔的由来。下面，请欣赏第一个节目《花音老腔》，太阳圆，月亮弯都在天上。这也是北京人艺话剧《白鹿原》的开幕曲，请欣赏。
气鬼神，华夷老将一声吼的气势可震山川，将令一声震山川，正是华夷老将精神的完美展现。人披衣甲马上鞍，大小儿郎齐呐喊，催动人马到阵前，头戴束发冠，身披玉连环，胸前狮子扣，腰中跨龙泉，正是人马往前进，前哨军人报一声，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，回到古代千军万马呼啸往来的沙场，去体会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大将风采。接下来请欣赏将令一声震山川。称为皮影戏，也叫灯影戏。皮影戏是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，现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众所周知，我国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我们的忽视而濒临消失，在此我也呼吁大家和我们一起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们这边有许多皮影纪念品，大的可以玩耍，小的可以摆台装饰，有喜欢的游客稍后可以在此参观了解。今天我们表演的节目是卖货郎。在古代，有一对年轻未婚夫妻，他们从小定了娃娃亲。由于古代的婚姻观念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他们从小就不能见面，因此快到成婚的时候，男子很好奇自己的未婚妻长什么样子，漂不漂亮，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偷偷扮作一个卖货郎，去自己未婚妻家门口叫卖，来借此看看自己的未婚妻到底长得漂不漂亮。我们的故事也是由这儿来展开的，那么请把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皮影师傅吧。Thank you.
Yeah.
小姐姐上班是重大事情不小。